妖煞鬼王，奇巨八凡，蛟形海鹰，化玄翔烈。谁扰乱了这里的气？莫非是他们来了吗？骑士，快住手！哼，来得真快。丹英和高希说的果然不假，确实不能对你们掉以轻心。不过，就到此为止了。皇帝老儿当真是瞎了眼了，既然让你在这里搞这种事。骑士，王大人和我禁军弟兄的血债就都算在你身上了，拿命来吧。哼，再次观赏你们被群魔撕裂，倒也是不错的余兴极目。纵然你们能上得了塔来，要活着离塔只怕很难。你们到底有多少本事，就尽管使出来让我看看吧。这周魂阵还差一点就可以完成，现下绝对不容你们捣乱。出来！骑士的法阵叫化骨妖煞阵，此阵无色无形，肉眼不能见，不仅碰之不得，连诸般冰刃做法也无法穿透。所以大伙不要对他白费力气，能解决这些妖魔，我再设法破阵。好，就这么办。骑士，看你这下还能变什么把戏？哼，余兴节目就到此为止。再过约莫一炷香的时刻，这个收魂大阵就大功告成。到时你们就是此阵的头号祭品。骑士，别以为没人能破得了你的妖阵。这招雷皇针法并非出于凡人之手，你到底是？在娘娘送我的项链之前，这妖阵只是幼儿玩意罢了。骑士，乖乖的服诛吧。哼，原来是天界法器，难怪有如此威力。也罢，虽然只差一步，不过这收魂阵只好先放弃。骑士，你想逃吗？说逃多难听，所谓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谢鱼，出来吧。谢鱼，难道是那黑龙蟹鱼？大家小心！
骑士从塔顶跳下去，他不想活了吗？不，他恐怕是要和谢鱼会合。先走一步了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骑士，有种子就别跑！没想到这人竟然能御史邪龙谢鱼，实是非比寻常。嗯，或许他身上正好有我想要的东西也说不定。紫风姑娘，现下该怎么办？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那骑士逃了，死难的弟兄们和王大人的仇，这下却要从何报起？上官兄勿急，我们自然不能容骑士逃掉。那谢羽飞行不远，现下还追得上。如果诸位都已经准备妥当，咱们这就去追去拦截骑士。紫风姐姐，那黑龙能在空中飞行，我们却要怎么拦截它呢？我会施展风舞天绝之术，在我结阵的周围百步之内，你们可以乘风而行，如履平地。那黑龙虽然庞大无伦，但它并非不死之躯，只要你们合力围攻，一定可以打倒他。哇，这么说来，我们是要在天上打啊。对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事不宜迟，紫风姑娘，麻烦你就施术吧。好，请大家闭上双眼，调匀呼吸。我没说话之前，不可睁开眼睛。